家人们，今天亏大了哈，今天被坑了，请他们吃了三碗粉，花了我30多块钱。哎呦，太难了，人设要崩塌了。娇娇，好吃吗？你看嘛，还有这么多，我想吃牛排。想吃牛排，晚点哈，晚点。哎呀，娜娜好不好吃？啊？太油了，太辣了。你没放辣椒啊？放了。哎呦，那个，要不然下午咱们就不吃羊肉粉了，吃牛肉粉。吃牛排，不要吃牛排。牛排是吧？你昨天说的请我们吃大餐的，这个才12块钱，加一个蛋2块钱。说12块钱不是钱，是不是啊？总共36块钱，我们的第一餐就搞定了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你这个。